排排坦克车、装甲车如奔腾的钢马，一个个多能坦克手似矗立的铁塔。这仅仅是显示钢铁机械吗？不，它显示的是我军钢铁的纪律、钢铁的意志、共同的目标、一致的步伐。政治工作、后勤保障等方面全面接受检验的一次演习。参加这次演习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，有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等技术兵种，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等。这次演习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、运用现代作战手段。